好的，我们有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不懂九个，五到六个吧。
方还不会。哦，这条大桥不可以玩，慢哈，等于滑。sorry。Henry 在前面，我的意思是说 Henry Davidson 的那种摩托车。就是不一样，你看，他会帮我停，我不用按什么 black 呢，不错不错，不过下场我都不跑的，因为安全第一嘛，安全第一两栖草堆里面的。
生死之筹哎，哎，我尽量啊，我都不习惯二五零。What the fuck?哦，所以今天不是奇怪，不奇怪了，给我习惯一下啊！啊，这个gear不可以，试试看这个。嗯，这个gear不错，很好玩，我再适应一下啊。应该是要来了两次，来习惯一下这个，哎，不是，不习惯这个路，是习惯这个二五零，因为我还不习惯二五零。还是不很清楚它的力是在哪里来的，然后用多少号，用多少号压，用多少号打，它会，然后才会比较。做的比较好，和那个进弯出弯那个速度那些东西。这边就慢一点点，因为这边有人住嘛，怕吵醒他们，不吵醒他们了，吵到他们了。大神，这么有水啊？谁谁啊？我之后这个牙不回来，推一个打，推一个打回，就是这样子。OK。这个不错，这个牙不错，进弯速度不错。可是我的脚啊，我的脚啊，身体啊 ，position 啊，需要再加强。这么自己跟自己讲话打的。还是这个轮胎不够好啊，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。
边本来就是在建设路嘛，他是。好多骑脚车啊，这个时候9:20。哦，我们真的会滑出去呢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不过要自己控制啊，自己拉回来，要不然就拜拜，忘了。可是前面那两台浪顶着我，我要怎么往坡拿呢？他不是在教我滑，在顶着我滑。你看，第三个。啊，老板，共十次里面没九次没有冲动，一次会撞哪里撞你的。最讨厌的海浪，你一直顶着我。我给你跑先 ，Let you go first。唉，多头多塞啊，海浪，害我没有的防护呢。哟，你也一慢。臭海浪啊你！鸡蛋糕，顶着我！我以为你会快了，加快速度那一段，你不会了。不是加快速度了，来，为什么这么久？可以，走哎 ，OK 啊，我给那个海浪顶着啊，鸡蛋糕。
What the fuck, man！ 我录下场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电啊？还有电吗？还有伞没有？没有电啊？没有电啊？啊！他们有电啊？转出来吧，走完。好的。